点什么。我的这个真的是真的 vlog。人的上面有点点特别好吃，然后可颂也特别好吃。太酷了，果 lemon juice。这个超级好吃，这个在哪里？我跟你说，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巨好吃。还有我肥，好一斤两斤。现在因为人家是做的是早餐，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干，但是真的超市里面卖那种大盒一盒好多好多个那种，我一下子能吃上一盒。上次你在是不是我把这一盒都吃掉了一次？没吃。今晚跑步机一个小时。我听舞的我想回家。很好看对不对？为大家吃一个什么颜色呢？我今天穿紫色的衣服，我就吃一个紫色好了。但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开心果的。哎呀，完了！你看，还没有入口已经即化了。嗯，你猜是什么味道的？蓝莓。Blueberry。再尝一个。再尝一个，今晚跑两小时。看，我想吃这个，但如果能不让它旁边的再一次碎掉呢？我决定这样拿。好聪明哦！耳闻好不好？两小时跑步。我最爱吃的开心果的味道。嗯。啊！快拍那个人！快拍那个人！那个人吃了我喂的。面包一样的东西还记得吗？刚刚吃了几个马卡龙还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然后现在这个是什么呢？晚餐吗？下午茶。晚上八点的下午茶。晚上八点的下午茶巨好吃，八十家，我跟你说比国内很多那种煎饼果子都正宗，就真的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。今晚想跑几个小时？在梦里面跑吧，在梦里面跑几个小时就行，十个小时。一直跑，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小巴。